这样的万圣节真是第一次过。我的中国公公婆婆把万圣节过成了中式南瓜宴，难怪我昨晚那个等我的婆婆虎视眈眈。儿媳妇儿，这个还有用吗？干什么用？给你做成美食。你给我做啥？我给你做成南瓜宴。能好吃吗？清洗南瓜去皮，然后上蒸锅。现在制作糯米南瓜煲，先将红枣切片，将红枣排到南瓜底部，加上提前泡好的糯米，用红枣把它给住了，太棒了，更吓人了。对，放入到蒸锅中蒸半个小时出锅，这个味道相当好吃。蒸锅里出来的南瓜片，现在把它碾成泥，适量的糯米粉搅拌均匀，磨成面团。这道菜做的有点像甜点。出锅，哇，最后一步撒上白芝麻，晶莹剔透，孜然味俱全。拿筷子来，我尝一下子。太棒了，尝一个。真不错，全都是中国美食。哦，南瓜粥、南瓜饼、糯米南瓜、南瓜小丸子。我们开动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开。哇，好吃吧？嗯，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空盘了，朋友们。这样的万圣大餐你们想吃吗？